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欢迎收看股市将军。台北股市今天蛮戏剧的，要看一下哈，因为受到美股昨天美股哦重挫1%多，昨天的费半跌2%多，昨天的纳斯达跌1%多，所以台北股市一开盘就重挫，最低到129点，最低跌到129点，哦，那蛮戏剧的，最后中场只有小跌49点。那你看这个图，这是台北股市今天的一个走势。那我请问各位，昨天的美股跌1%，道琼跌1%，纳斯达也跌超过1%，费半跌2%。那请问今天的亚洲股市，今天亚洲股市，台北股市也好，韩国也好，上证也好，都只有跌0.5%。那我给各位看一下哈，这是近期的一个台币，来我们看一下，台币近期又强升了哈，你可以回答我吗？近期又强升，往上是贬值，往下是升值哈，那这个升值是不是代表热钱进来？那可是很多投资朋友会问我说，老师，那美股你看，老师美股一个长黑棒，那我要请问投资朋友，11月8号。川普当选过开始涨，涨到什么？涨到这个位阶，一路以来涨了吧？涨几千点？涨超过2000点了吧？有吧？有涨超过2000点吗？还不止吧？涨超过3000点。那我请问各位，如果涨了两三千点，涨了3000点，不可以回撤吗？不能够跌吗？不能跌一下下吗？那还是今天开始呢？开始又要看得非常的空。那其实我的看法很简单，就算美股跌，就算美股将来再修正，那我请问各位，如果美股再修正的时候，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。我倒是认为什么？我们邻近的国家韩国股市，他们总统都出事情了呢，总统出事情又创新高呢，所以接下来台北股市，我们一步走一步看，那我也不会说像其他老师，看空的讲得很空，看空的就每天就给你一些制造很紧张的那种气氛，有没有？开始要暴跌了，有没有？从9000点放空就是对的，到现在。不论对错，但是我要强调，我让你看啊，这是今天台北股市，你回答我。如果你跟我讲说这是一个超级空方，如果开始大盘要崩盘了，请问一开盘到收盘，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？今天的上柜上市加上柜涨停板还是有12家，你有看到任何一家跌停板吗？那请问这是多方式还是空方式？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今天的上市加上柜还有12档涨停板，可是却没有任何一档股票是跌停锁住，那你回答我，那是多方式还是空方式？很简单，答案就出来了。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。我也说过台北股市，你不要再问我说老师是怎么看，我说过你看2档就够了，你自己好好研究一下。如果台积电都没有什么状况，那你就不要想太多，哦，持续就是偏多方。那我也不会说这个盘要涨到11000、12000、13000，我不知道会涨到哪边。我只是告诉你，你看什么？看拳王，看股王，就够了，哦，就够了。那我让你看2档股票，我有没有在之前跟你讲说，如果你心脏够大颗，我有没有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跟你讲，你心脏够大颗？我提供你2档股票，你就去买。你心脏很大颗，你就是买哈，买最强的玉金光。我只有讲2档股票，一档是玉金光，另外一档股票，我说你心脏够大颗，那你就买这一档吧。我有没有讲这2档股票？那今天这2档股票还不错，
表现的都还不错，都有涨停，你有没有印象？你有印象吗？哎，老师创新高了。我当时有没有跟你讲？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。我有没有从我的嘴巴讲出来？你可以去看，你可以去看我的袋子。我没有讲，我就随便你。好，任何一个观众朋友都可以，你给我做啥，我做啥。因为我强调，我的节目一直再三的强调，我不是在这边耍嘴皮子的。我讲过的内容，或许你都忘记，你忘光光。你记得三月十号我讲了三档股票，三月十号，来，我让你看一下哈，三月十号，三月十号是这个位置，来，我三月十号，我在节目当中有讲了三档股票，一档是这一档，你可以去看过去的袋子哈，我哪不跟你讲这三支，我谁在你？我说你们也可以去抓那种突破平台的第一根啊，我讲了一档叫大中，还要讲哪一档股票？你有空去看 VCR 啊，自己有空自己去看，我没有那么多时间播给你看，我没有办法每天都播一直播，我们这是有节目的形态。那为什么要讲这些？因为操作股票的方式百百种，你可以去买全市场最强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心脏够大颗，你可以去买玉金光，那环球金你可不可以追？你当然可以去追，因为你的心脏很强，你随时可以挑战它涨停，你也可以随时挑战它跌停，你不能说你心脏都那个够大颗，你只能够接受它涨停，不能接受它跌停，那你不要碰这种股票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你来到台北股市，你要先衡量一下你自己的属性，还有你自己的操作的行为，你操作的方式，你再来评估说你要买什么样的股票。那我节目上也跟你讲过说，你比较保守，那你当然就要买这种保守形态的股票。有没有？我讲的股票有跌吗？我问你，你今天如果开盘，你趁开盘，我请问各位，今天开盘大跌百点的同时，你相信了你去买，哎，还好像赚钱呢。老师，我听你讲鸿海，老师你昨讲鸿海，你嘛是赚钱哦。啊，我有跟你讲鸿准无？有无？你透早去买，你拢赚钱，你知影我意思无？咦，这啥？台骏有无？台骏你够我都赚三块几，有没有？那我有没有跟你讲说，有些时候。你想的位置，你看的点是不一样。你或许这样看，哎，老师这安呢啊，我共轨啊。如果你把时间、你把格局、你拉得够远够大，那请问这是高档还是低档？你这样看当然是什么？你这样看当然是啊，老师这跟他就管呢。啊，你哪安呢看？哎，老师啊，那个不赶快呢？感觉又不一样了，感觉又不一样了。那既然台北股市它要慢慢的往上去爬，往万点去迈进。或许将来有机会往什么一万多多多多多少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请问各位，我刚刚讲的这些股票都是台湾台北股市最重量型的、最具有成分的。那我请问各位，那如果台北股市要上万点，那这些股票它都不会涨，那台北股市怎么上万点？你懂我意思吧？但是我强调，如果你要跟我用抢的。抢钱来，什么叫抢钱？抢钱就是说，有没有那个条件，可以在很短的时间，很短的时间，很短，这叫抢钱。什么叫抢钱？两到三天抢啊，10%、15%、25%没关系啊，就是抢钱啊。老师，真的还假的？有那么简单吗？因为我说过，如果你的操作属性你不太适合买比较活泼的，那我刚刚讲的任何一档股票你都可以什么，你都可以好好的把它记下来，那事后我们来验证看于老师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那如果说哎，老师我要买这卡小型的股票，我先让你看一下昨天我们的测标，这是我昨天的测标，昨天我的测标亚太涨停，注意什么？注意什么？润荣有没有直接写出来？有没有给你盖牌？有没有给你盖起来说啊？我有你看，卖有你看，卖有你看，有没有盖？没有盖。跟你讲，注意啊，注意。那为什么要注意？为什么要注意？那我昨天也跟你讲过了，我说其实台北股市在什么，在现阶段，其实在现阶段正在操作的每一个客户、每一个投资人，我自认为都是高手。为什么？因为现在没有正常的投资人，正常人会的那种想法就是九千九了还在买股票，笨蛋还在买股票。我你去问恁家的厝边，
你去问你有闲去讲，哎、欸，你有没有买股票？哎、欸，你有没有买股票？哎、欸，你有买不？你去问人家，还骂你说你是疯子。所以说，现在台北股市在哪，在操作的这些投资朋友都是高手，高手中的高手。那高手中你要赚人家的钱，那你要速度要快哦，你不能慢半拍。如果你都是慢半拍，你都是听人讲，听人讲，讲自己等等你听人讲，安尼敢袂赚钱？来，这是涨，涨叫太帅了。你有看到侧标无？涨嘛有甲你讲啊，不变并不代表昨天就不能买啊。注意啊，昨天很帅，那我也跟你讲说，就算它涨到50块，殖利率都还有10%，配5块现金股利，配5块现金股利，配5块钱的现金股利，赚4块多，配5块钱，配5块钱，凭什么我说帅？帅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！你以为什么？你以为他们在买什么？他们都不知道吗？他们叫外资，他们都不知道吗？他们都不知道，哎，他们都不知道要配5块吗？所以我说过，你来台北股市，你要你有属于你自己的操作方式。那还有一点就是说，你有没有办法？我先让你看一下，这是今天的，昨天很帅，今天更帅，今天帅爆了。你就算昨天我讲说你要留意哦，你要小心它哦。你今天开盘去买，被你捡到便宜货，因为今天开盘大跌百点。可是你看一下我们家的股票，今天大跌百点的过程当中，它通通在跑，到平盘以上。你开盘去买的，你还是最少什么赚2块钱以上。今天更帅，2天13%，这是我们的扣讯，这是我们的扣讯。我们来看看这一张扣讯，好，来，我们来放大一下。8点38分，全部所有会员每个人都收得到。大家早安，今天工商时报登最大篇幅的就是润荣，配发5块钱的现金股利，殖利率高达几%？殖利率高达超11%多。润荣就算涨到50块，殖利率还是涨，还是高标准的10%。那在股票市场，有些什么？有些时候，它成功的关键因素，你赚钱的因素，就是在资讯取得的时间。资讯取得的时间，我讲3次：资讯取得的时间，我们已经领先市场布局，才能够成为市场的什么赢家？我刚刚讲了3次：取得资讯的时间。欢迎朋友，于老师正在讲，我有没有叫你把这档股票先换过去？我有没有叫你先换这档股票？我说拉上来，拉上来。我说这是上周殖利率涨幅排行榜第一名的，也是我们家的股票，也是我在节目上讲过的，叫博翰。那既然拉一段上去，那当然很简单啊，非常简单啊，非常简单。因为于老师又知道 new arrival。那我问你一件事情，我刚刚讲3次，资讯取得的时间，你看一下今天的报纸，这是今天的工商时报，今天的烧的，啊，有跟我昨天讲的事情不同，配5块钱，哎，他你看，写帮我写好大，配5块钱的什么现金股利，配5块钱的现金股利，配5块钱，如果你可以跟我一样，你可以跟我一样，叫早知道。早知道，早知道，早知道，你早知道会配5块，你也知道殖利率11%多啊，你不敢买吗？那我敢写，太帅了，太帅了。你今天看到报纸也很帅啊，也很帅啊，那有没有跟我讲的一模一样？你们都不相信市场，一定有人比你早知道，一定有人比你早知道，你都不相信，那这谁写的？这谁写的？那最近就是殖利率，其实在讲，你也不要说老师殖利率没什么好做的。我告诉投资朋友，有赚到钱都是真的。你老师讲啊，天花乱坠啊，讲啊呢，你有赚到无啦？你若有赚到，无要紧啊。你了解我意思无？啊，明仔载要报纸要下单一支，明天报纸会写哪一支？你要信啊，我信谁在你啦？我拢领先市场诶！你明仔来报纸，你就看了讲，一现金股利要配几块，11块的股票要配1块钱，你要不要相信明天报纸会写什么？那为什么我可以先知道？你也不要问我为什么会知道啊！啊，我就是知道啊，我就是知道啊！你也不能一直问我为什么我会知道啊！
所以我刚讲的，每个人来股票市场，你可以用你的方式去操作。那这张股票叫亚太，亚太，来，我敢讲我的资料是最完整。我知道很多人讲亚太啊，但是资料我还是要老实讲，这是我做准备功课啦，先让你看。而且你看他台的有亚太，不用放大没有关系哈，谢谢。你看他台的有扣讯吗？有扣讯吗？没有扣讯，我一定有扣讯。我强调我的东西一定有扣讯。我说它全球第二大的影像感测器，那我要告诉你，这个不是重点。我昨天已经特别强调过了，它的重点是这个。谢谢，帮我放大，谢谢导播。我说重点是在这个叫什么？下半年它会出专业医疗用的镜头模组，下半年它会出专业医疗用的镜头模组。过去没有，因为他之前做什么影像感测器，他就可以赚4块多。那新的产品、新的订单、新的什么、新的营收，在下半年会进来。我在市场上我都不敢乱高估 EPS， 一般别的老师早就估8块、10块了，我不敢乱估。我说他去年赚4块4，我都还保守估计他只有什么，大概明年今年带有机会可以配可以赚到5块钱以上。我有跟你讲赚8块吗？不会，我不会这样跟你乱讲。所以我说好爽。好爽，为什么好爽？2天15%，爽不爽？那我希望你还这么做，这我刚刚讲的，这我刚刚讲的，你还跟我一起抢钱？什么叫抢钱？这不多吗？2天15%不多吗？不多吗？那我再让你看一档，这一档，这一档，来来，你刚才看到了这一档，2天13%不多吗？不多啦，不，林老师太厉害了，林老师英文都比我太厉害，好。我说这种快速的抢钱，我只抢2天到3天，你可以接受你就来找我，你可以接受。老师，我一支股票，我嘛要跟你同款，我嘛要跟你学，我嘛有这款感觉的。你若讲，老师，我也想要你这种感觉，那种感觉，老师这种感觉好帅，太棒了，太棒了。2天15%，2天13%，你要有这种感觉，你来找我。我们设定就在什么10到25%这个 range。我也不会跟他谈恋爱，因为现在目前真的是万点的位阶，所以我没有办法跟他什么长长久久跟他谈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，没法度。你可以相信的，来，破天荒，破天荒在什么？在中场的资讯看一遍，破天荒在中场的资讯，中场的资讯把它看完，记得拨电话。我们中场先休息一下，来，马上回来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，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先看这个，想不想有这种感觉？我找到一档股票，类似这个，它有接到新的产业，你相信我就对了。你可以接受，你可以接受做2、3天赚10到25%，快速的抢钱计划班，你来找于老师就对了。而且我只收你一个叫工本费，多少吧？很便宜啊，你不问很可惜啊。最低的门槛，最低的价格，我希望你来，你来问问看这是什么。你想不想参加这种快速的抢钱计划班？你自己决定，请你拨打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。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走得越远，就越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里。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曾经梦想要拯救世界吗？想改变自己吗？那就朝向世界出发吧。
样赚钱？来看一下赚钱成功的秘诀：找对的人，做对的事，重复去做。哈，小资族，你不要气馁，你来找于老师，你来找郑军，你来找将军就对了。不要说你只剩100万不能做，没有不能做。快速的抢钱班，快速，所谓快速就是2到3天，因为现在是万点的行情，我没有办法带你去长长久久，所以我现在推出全新最新快速的抢钱计划班。每一档股票我最多只会做3天，锁定它只有赚10到25%，你可以接受你就来找我，你就来找我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。陈龙，你看到节目上我讲的任何一档股票，为什么我会去买？来，我先看，先给你们看一下这档股票。你们有没有那种感觉，2天可以赚15%？你要抢钱呢、啊，你要抢钱呢、啊，抢钱你要来抢啊！2天15%，你一定抢得到。为什么？我已经说过了，如果他的原来的产业是不够他用的，什么叫不够他用的？是没有成长性，没有爆发性。那当他下半年开始要出专业医疗用的镜头模组，他今年不会比去年少，一定比去年更多。所以股价呢？股价当然要表现，股价不会说只有涨一点点，然后就什么就 ending。它是今天上柜成交量排行第二名的，那不是人气王，那是什么？我要请问各位，那假设你知道它更多更细的内容，你知道它有资本支出吗？它在缅甸出第3条的什么生产线？第3条的生产线就是我刚刚讲的，他要做什么？做专业医疗用的镜头模组，所以要拉出什么？拉出什么？一条产线去做这个东西，你知道你就会赚钱。另外，在中国大陆，他们有一个叫这个第二大的那个做 ATM 的，他有做一个叫钞票防伪、钞票防伪的辨识，也是谁做的？亚太。如果你也拢知，我保证你一定赚钱。啊，我有讲无讲？你应该上清楚。我昨就跟你讲啊，我讲亚太涨停，注意润龙。啊，昨跟你讲的，甲今仔报纸有写无共无？哪边不一样？有没有很帅？这是昨天的很帅。昨天怎么帅？昨天这样帅。那今天有没有更帅？当然更帅。那结束了吗？结束了吗？现在殖利率都还10几%，还超过10%，结束了吗？那这一档股票来，我请问各位。我说过了，我不是要拉，我不是只是要拉新高，创新高没什么了不起的，我是要让它喷出。我说过它单季第四季只要跳出6块，你不相信没关系，我今天告诉你，它接下来叫补量，你就等着看哦，后面的补量叫喷出，信不信随便你。那我说它的殖利率会不会比润荣更高？我请问你，单季如果跳到6块到9块钱，可以配几块钱？那如果配的现金股利只要超过3块钱，我没有讲5块，我没有说你算5块，算到5块那还得了？那你再看一遍，如果假设殖利率更高，那它的股价会不会喷出？我不知道。那如果你可以接受说，老师，我相信你，那我要来跟你这么做，怎么做？这样做，老师，我也要来抢钱，抢钱，2天到3天只赚10到25%，今天还是一样。请你来，为什么？破天荒，在广告的资讯，把电话拨通就对了。感谢你的收看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。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地震了，怎么办？一趴下，二掩护，三稳住抓住桌角。更多防灾常识，请上台湾抗震网。先看这个，想不想这种感觉？我找到一档股票，类似这个，它有接到新的产业，你相信我就对了。你可以接受做2、3天赚10到25%，快速的抢钱计划班，你来找于老师就对了。而且我只收你一个叫工本费，多少吧？很便宜啊，你不问很可惜啊。最低的门槛，最低的价格，我希望你来问问看这是什么。你想不想参加这种快速的抢钱计划班？你自己决定，请你拨打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
制胜关键，您需要领先的资讯，精准的分析，大来专业分析团队为您掌握。大来国际投顾，请直播02-2365-9333，02-2365-9333。我最终也同 Daddy 妈咪出去玩了，但是以前开车出去都大塞车，不过2013年开始不一样喽。因为有神奇的交通疏运，在车上可以好好休息，下车我们就可以开心玩喽。爹地说他终于不用握方向盘，把秀秀留给我和妈咪留。多搭车，少开车，交通疏运乘上无限的幸福。该选择安全的方式。开车不分心，你我都安心。交通部关心您。你不要骗，你不要骗，其实爱在你的心中，别让它沉默。爱能承载多少感动，就能治多少痛。迷失途中，相信有。这个世界太可怕了，如果我放弃，邪恶就赢了。看似平静的海面，却隐藏着致命危机，那就是离岸流。离岸流是因地形、潮水与破碎浪形成，往海里移动的强劲水流会将人快速带离岸边，此时切勿对抗水流游回岸边，以免耗尽体力。发潮或退潮时，海面上破碎浪多，离岸流正强，切勿下水。遇到离岸流如何脱困？一、保持冷静；二、举手或拍打水面求救；三、不要抵抗水流，用省力的游泳方式保留体力；四、面对沙滩以45度角游回岸边脱困。罩衣服，关心。